星 Angelababy 早前与黄晓明宣布离婚，而六岁的儿子小海绵则由两人共同抚养。Angelababy 在离婚后一直专注于事业的发展，人气不减反增。不过就在七夕情人节当天 ，Angelababy 透过社群晒出了几张自拍照，脸上的表情引发热议。只见她眼眶通红，疑似是刚哭过不久，还一直用手挡着侧脸。素颜状态的她显得相当憔悴，她罕见的吐露心声，坦言不喜欢七夕这种日子，还表示最近很喜欢绿色，希望粉丝们能夸她可爱。贴文曝光后，就不少粉丝表示，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 Angelababy 难受的心情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人力挺她表示 ，Baby 想做什么都可以，自己开心最重要，不管做什么都有我们陪着。Bye.